Sorry, I don't. 等会儿，谁教你的 ？Sorry 的。我用的是全球发音。啊？这是英音。Sorry。这是美音。Sorry。这不挺正常的吗？这是全球发音。Sorry。还有这个 what。这是英音 ，what， 这是美音 ，what， 这全球发音 ，wha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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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of course，wacko，wacko， 哈哈哈哈哈哈哈，秀，秀，哪个秀？英语啊，肯定啊，秀。那都说。有人秀。下一个。摁脚。摁脚。秀给你摁脚啊？你是脚痒呢还是皮痒呢？什么秀给我摁脚啊？是单词享受摁脚。那都一丈。还摁脚，确实挺会享受。下一个。骂你，骂我干嘛？不是骂你，是这英语金钱骂你。你到底行不行？我不用你，我自己用这个替代了。Good, 好的。50, 五十。有人。20, 二十。哎呦，不错哦！我感觉跟我读的也差不多呀。是差不多。北京有句老话，人家说的是前面篓子，你说是胯骨轴子。人家问你老高瘦呀，你非说想吃红烧肉，哼，一样。爸爸，我跟你说件事呗。啊，说吧。我今天心情好，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影响我的好心情。我把老师的电脑给你关了。啊？还有，我把校长的车给刮了。还有考试没及格。但是这三件事，就一件事是真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三件事我只接受你考试不及格，其他我都接受不了。那就好，只有考试不及格的事是真的。智商低，真好骗。爸爸，你懂哲学吗？不懂，你懂啊？当然了，中文还在初中头的哲学。是吗？什么字啊？中文同音字很多，但是有的读音却只能写出一个汉字。不可能，绝对没有。那如果有呢？如果有，我上月欠你的钱十倍奉还。好，你写吧。命，我一命，四音。写不出来了吧？看来命只有一条。再说一个。死亡的死，翻译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能死一次呗。看来你真不懂哲学，记得下月十倍还钱。爸爸，这个成语解释我不会。你看吧，关键时刻还得靠我。见异思迁，这还不简单吗？我就讲一次啊，听好了。见指的是看见，异呢指的是异性，思指的是思念。迁指的是搬迁，连起来的意思就是看见漂亮的异性就想搬过去住。你说的对吗？对，你就放120个心，绝对没错。那这个呢？怎么解释？破定百出。破就是指衣服破了。定呢，就是指屁股。百就是100，出就是出来。整体的意思就是，
裤子破了，屁股露出来100次。你这假不对。怎么不对啊？这词念破绽百出，我告诉你多少次了，这念绽不念定。哦，这念破绽百出啊。那我重新给你解释一遍。你可拉倒吧，你一边凉快去吧，我自己来。傻逼，你听见就听写呗，您还骂人呢。我没骂人啊。那你咋还说傻逼？这不是傻逼吗？那就傻逼。差不多呀。下一个。滚你爸的。滚吧。啥叫滚吧？英语外祖父。那是 grandfather。下一个。尔康不能死。尔康不能死不是你说了算的。那谁说了算呀？皇阿玛呗。什么叫皇阿玛呀？我说的是英语完成的意思。那就 accomplish。 还尔康不能死，你咋想出来的呢？啥也不是。一读做错的汉字挑战开始。第一题，三二一，开始抢答。抢答成功，请二号台回答。骰子。错。这是骰子。回答正确。第二题，三二一，开始抢答。抢答成功，请二号台回答。这个我肯定对。准格尔。错。真的准嘎尔。回答正确。第三题，三二一，这个我让你开始抢答。抢答成功，请一号台回答。刽子手。错。胖胖回答正确。啊，这不是念筷子手吗？你就知道吃。第四题，吱声。错。这是滋声。回答正确。第五题，三，这个我让你。我用你让吗？抢答成功，请二号台回答。赢弱。错。这是来弱。哎，胖胖回答正确。你真是弱爆了。